Hello， 我是潘武雄，现在我来回答网友给我的问题。打球可以打到40岁，我是觉得心满意足的，我没什么遗憾。潘武雄稳定的工作吗？说实在，打击这个东西是要时间去培养，然后你要去了解自己，去了解对手，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更加速的成长。本土哦，现在的台湾的投手素质都越来越好了。要讲一个哦，讲一个本土。王伟忠哦，我没有打过他的球，我从旁边看他的球子，又是左投的，对我们左打会有，攻击面比较不好去掌握。嘟嘟神派有啊，我有打过，没有啊？队内的时候他都在玩啊，他没有认真丢啊，他看不起我们。只要他煮的，我都喜欢吃。外面吃不到的味道，就是他的创意料理啊！之前我去钓鱼都是在安平啊，甚至有跑到垦丁去钓，都是在南部这里的。奥运啊，奥运是我最深刻的，因为是第一次参加那么大型的比赛，表现的不如预期、啊，然后也心里也有受创啊，所以那是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哦。就是买重机，之前我想要买一台重机，我老婆说。我现在要退休了，我重机梦又来了。可是野黄靠近，我再卖肉。野黄靠近是没有想过，因为在台南这边也都习惯了。如果想去转队的话，我目前是没有想过、啊。而且我在统一17年，公司也对我蛮好的。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也是一样贡献给统一这样子。推荐哪一间海虹猪脚好价？保持一样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它，因为伤你如果一直在排斥它的话，你会每天过得不快乐。就遇到就是接受它，去面对它，把它当作是一个你的朋友的一部分，这样子我觉得心情调整会比较好。其实选进来的都是精英，应该是林子豪，因为子豪从第一年选进来的时候，看他瘦瘦的、高高的，然后今年他感觉是有把身体变得更强壮，我觉得他的心态是改变蛮多的。阿刚球季结束，我们要出国玩，我就说染个头发，换个颜色，换个心情，染个头发，长头皮屑，我就不染了。不是啦，我不太聊。以上是我胖熊的回答。海虹吗？红海。海虹是那个股票的。红海哦、喔。啊，就海虹啦，对啦，就海虹啦，海虹啦。